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来对账录，来打开看看，这次要对的是什么？哇，这次要对的是威力彩、大乐透，还有金彩539、双赢彩和世新彩啦。这个就是用中奖彩券买的彩券啦，希望可以中大奖。哇，这么多种彩券的话，那当然就是要呼叫台湾彩券 APP， 点选对账小帮手啦。来，先来对最贵的，先来对一张威力彩，希望威力彩可以中奖。威力彩，威力彩，威力彩。威力彩这样子就威了100块了，就归了100块，没关系，继续扫描。来，这次来个大乐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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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乐透也没中，没关系，还有金彩539啦，来来来，539给那个中奖吧，539也没中，中奖彩券换的现金买的彩券，来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双赢彩，双赢彩，双赢彩啊！双赢彩还是没中奖啊！双赢彩又未中奖，为什么？剩最后一张四星彩了啦，不然就全部没有了。来来来，最后的加油，最后的机会就是这张四星彩了啦！加油加油！来，四星彩啊，乌龟了。所以事实证明啊，用中奖彩券去买的彩券。也没有比较容易中奖啦，所以这样子一共花了这样多少钱？这样子是50、100，然后150、200、300，哇，一共买了300块的彩券啦，然后通通做公益啦，所以这次一共就是做了300块的公益咯，那就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咯，拜拜。